方要干嘛？哎，龙头。哎，你看不是要来 PK 这个吧？你要画头、哦。哎呦，觉得不对哦。龙舟达人。龙舟达人哦。怎么称呼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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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黄老师，黄老师，你好，啊，我们今天是要来帮忙做龙舟是吗？不是做龙舟啦，来的话就是一定要划，怎么可能让你做？划龙舟，划龙舟，划龙舟。哎，你不应该我划过吧？龙舟在台湾，我没有划过，没有。你在巴西你就吃过蘑菇是不是？哎，好像没有。对，对，好，哎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学怎么划龙舟。对对，你们是龙舟队是吗？我们是一个协会，就是中华民国竞技龙舟发展协会。竞技龙舟主要就是推展龙舟运动。我们里面都要大概十四五岁就开始练，十四五岁开始。然后现在目前我们队员里面哈还有60岁的，可以滑，很棒哎，也能滑，还是比赛哦，选手也是比赛，对对对。那跟我们一般在端午节看那种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哎，差不多了，就是那个。好啊好啊，我们要怎么开始？我们可以怎么学？练习对。练习，但首先就要把龙舟抬下来，我们要一起来练。我们三个人，这个龙舟抬下来，当然你们没办法，就是由我们大家很多队伍一起来帮忙把这个抬下来。好好好，可以可以可以。这里有把手，来，这里还要有人。哦，有把手。好，来这里，这里有把手。好，我当理事长应该不用抬，不用搬吧？理事长就在隐身做客了，好不好？我应该不用搬吧？来，这边进来哦。一、二、三，哎，我也要起来，起来，你们起来呀！放着，来。你们干嘛？脚哦，各位。脚哦。一、二。过去一点，一点点，一点点，来。现在呢？现在来嘞。人爬上去。人爬。是啊，这个都是水嘛，哦。好。来，有几个人来后面接哦，哈。好，来。一、二、三。三。好。很漂亮，我们前面人很少啦，我们两个进前面，前面只有两个人，后面那么多人。好，来，把船放一下，把那个水把它倒出来。我们手被封印了。好，来，这个这个，来，这边这边这边，翻过去是不是？哎，翻这边。好，一二翻。好，来，小心脚哦。一二翻。好。哇塞。动起来哦。东西东西，我去摇出来。哎，不会坏吗？不会啦。好，回来，小心喽。好，来，先练习哈，给你们个任务了。就是说看谁打得好，等一下当鼓手，其他要下去划船。哦，真划船啊。哎 ，OK。先一个人一个上去学啊。没有两根吗？一把就好了。那不是两把吗？没有没有，要打一个，那就乱掉了啊！我又不是两让零哈，对不对？哎，太古达人了。啊，再来有感觉。哇！要怎么要怎么换你换你？不是啦，所以要上去试是不是？我立功快没啊，立轩啊，这个铁来，我敲下去的时候就是他们要滑的时候，这有这么无聊啊？就是这样而已。我最近在看那个最新的 Netflix 影集叫《维京人》啊 ，Vikings。好，他会怎么打？这个一定要是 War 的感觉，就是，还有隐身哦。你确定这个节奏跟得到吗？啊，有啊，比你好啊。就是，一二呵，这样。但是你知道，你们刚在打的时候，我都在试着假装我是那个鼓手，我跟不到你们的节奏，哎，让这个老音乐人来教你一下。然后来假装我在抓把。哦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哎，好像有。哎，这个好像不错。有没有？你猜测，一二，你猜测。好好好。哎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不对，有道理。要不然你这边。好像不行，公公有理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请选手拿着那个划桨，你们敲敲看，看他们动作。铁柱，拿到你们的要求。好好。嗨，各位上画的朋友们，把你的桨抓好。OK， 双手举起来。干嘛呢？什么啦？哎，要跟着他划，跟着他划，嘿。对啦 ，party 菜吗？下一个，听鼓点，然后才滑嘛，对嘛？对。
你干嘛把我刚刚话讲一次啊？把奖举起来！你说你知道了，我大概知道了，因为你刚刚在打的时候，我有看到一个动作，再一个看可不可以统一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刚刚敲边边的时候，他们就预备动作。有哦。好吗？哎，真假的？他马上在瞄的那个瞄，瞄弓的那个。有没有？车旁边就是预备。他们就不打嘞，不滑。哎，捧才滑。那如果要快呢？要快怎么办？绕着加啦。哦，哎，好像是哦。对了，不要闹了啦，我们给理事长试一下。来来，我跟你讲哈，都错了，都错了，都错啊！真的。来，我先跟你们讲哈。我每一年在比赛我们大概就是这样，像如果有我们有机关队的还是什么就是会首长是坐这个的位置，对，好像现在我是理事长，我坐这里吧，但是这个首长这个位置跟划船是最没有关系的啊。Attention 还有英文哦，Attention 当然啦，比赛啊哈，好 Go 的时候是听大会嘛，好 Go 他们走了划，我现在眼睛要看他或者是看他，预备 Go。我是跟着他，我是跟着他，我是跟着他们，不是我来抄。哦，我是跟着他，我是跟着他，给他一个稳定的节奏了。对，啊，我觉得太慢了。好，加速也不是我在加，是他们加，他们加。好，太快了，他们慢，是这样，不是你要打的怎么打就怎么打。我们乡长也常常来划船呐，我们乡长就很会打。来，乡长来。你知道全台湾福星乡有多少个百万富翁？对，致敬致敬。对不起，真的。Attention！ 关你什么事？够！乡长，过去过去。有呢，有没有？有，很准啊，很准。滑下去的那一下，对不对？对。每一下就是看他，那乡长现在在看着他，啊，哦，我知道了，原来是这样，对，哦，害我们还以为就是叫抄的哎。好，那他打的话就是停，哦，就是这样子。这边是停啊，哎，对，难怪，大哥，停，对，那边跑多，哎呀，对呀，好，谢谢乡长啊，谢谢，哎，谢谢。那看来我们三个今天只能坐下面，而且还是坐船尾，不行，你们一定要有个鼓手，对。你们夺标手，现在国际比赛是没有夺标手，没有了。哎，对，以前在干嘛？那以前叫做传统龙，那这里这个就是传统龙跟那个夺标手混合在一起。来，如果以这样子来看哈，你不能当夺标手，为什么？你太壮。你可以，你多高？我来186。好，186可以，好来，请上，摆正，啊，摆正，好，好。好，要出去这样子啊！不要急，多，你买瓜剩啊！多，哎，丢，就是这样子哎。啊，真的是要找手长的，是不是？当然啦。哦，身体壮的用力量，哎，去滑就滑。哦，我呢？哦，我只能够靠节奏，好不好？不好意思了。哦，你打鼓分好了，分好了，那我们就下去吧。好。盼morgens kräht, ist es Zeit aufzustehen. 哎，各位选手好啊，各位选手，哎，听说谁是医生？我们这边都是整个医疗体系。医疗体系，等一下谁要去开刀？我等一
等一下要开刀。医生，等一下要开刀。开刀。你是做哪一科？我是外科开肠剖腹的。等一下，你医生你就好好开刀，你怎么会来划龙舟？对啊，因为的话有斜杠啊。斜杠。斜杠人。哇，好厉害啊！怎么会想要就是为了斜杠然后来划龙舟？主要是因为我们医疗体系的话，我们老板我们总裁的话，对于地方的活动文化活动，其实在非常支持。在过去好几年，我们都有龙舟队组两条船来比赛，所以他们都是自愿报名的吗？都自愿报名，绝对没有强迫的。真的吗？我真看笑得很尴尬哦。我们都是自愿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都是最猛的，对不对？对。等一下，你们到底是医院还是传直销？我记得你们是直销的哈。而且感觉有点像做医美。等一下，我们跟他比赛还是？我们是跟他比赛同一队。跟他同一队。哦，同一队。同一队。哎，那可以，那就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那来嘛，来试一下。好，上船，上船。哎，上船，上船。哦，来喽！来准备喽！快出来啊！来，预备！好！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哎，顺了呢！慢一点，顺了哈。快点！哎，我们怎么回头？船长要怎么回头？好，这边先不要动，这边滑就好了。你要刹车，你要刹车，刹车，刹车，刹车！船长怎么回头？你要刹车啊！刹车，刹车！船长，对，回头，回头。这边滑就好，是不是？有洞有它后面有舵啦。哦。哎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就是鼓手有多重要？想不想试？我们都是要试一下鼓手有多重要，好不好？如果没有这个鼓手，还是不行的，你知道吗？让你看看鼓手有多重要。好滑！船长，前面是瀑布，船长。对。哎，让我们一起玩激流泛舟吧！Let's go, let's go！ 哎，这是一个蛮好的运动。而且水是温的，哎，水是温的，真的，啊，好舒服，哎。哎，小心啊，小心啊！好，好了，可以比赛了，我们会了，我心累了，我觉得我们这一队会赢的，会赢会赢，接下来会有 PK 哦，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有信心吗？有，可以的啦，有没有看在这个鼓手的份上？现在呢，我们要准备开始比赛了啊，请问一下，我们要滑到哪里？帆船那边嘛，过先过帆船的人呢，就等于是得标，先持得点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请问一下，在我们左手边这是什么队？福高啊！福高啊！耶！那我们这边要叫什么？阿力不打队啊！阿力不打！好，准备，开始！加速！Come on!
是不到而已了，不到而已了。因为我们的阿力不打，我在这边看后面医师团队超人的护伞，护伞，护伞。你知道这两个在干嘛吗？我快没力了，我快没力了，我快没力了，放心。你都没有在滑，我刚才滑了，我手都滑不起来了。哦，你刚是这样，你这样碰到水而已，我手都举不起来。我都喊到没声音了，后面滑到没有力气。Oh my god！ 而且腰也会酸呢，不只是手哎，对，会酸呢，对，整个全部哎。这个蛮厉害的，蛮厉害的。它是一个团队的活动，它要团结一致才有办法做得到。如果你车上多了两个，我算算，超级多，超级多。我早快死了，我们真的是阿力不打了。你们两个，我真的只能讲，你们两个真的，别人在那边，我在那边看着整齐、整齐、整齐，然后这个这边。我不行了，可是我超酸，我超酸，后面的前面的我超酸的，我超酸的，没有下来玩呢、啊。你看我喊到烧香了，没有下来玩，不会知道说，划龙舟这种团结的那种凝聚力有多强，而且要用默契，好像有那种催眠的感觉，真的感觉好像我跟你们融合在一起。我没有感觉我们融合在一起，哪里融合？我在前面看的可是一清二楚，你们两个已经貌合神离了。我想要融入，但是被弹出来，真的没有办法。哇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乐趣十足，乐趣十足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等一下，一切顺利哦，谢谢，顺利。好，输我们也要知道我们输给谁嘛，对不对？请问你们是来自于哪里？鹿港。那你们各自是从事什么行业？家里在重庆那边，建材的。还有呢？您是？我是电子工程师。电子工程师。您呢？是会计事务所的。哇哦，会计师都不一样哎。那您呢？维修工程师。维修。地震。地震是。五金。学生。什么都有哎，什么各行各业都有。那你那其实说实在哈，不是说一定要非常专业的才有办法。从以前这样练习练到现在，练多久？有的人他练很久，有的人是刚进来，对，进来，对啊，陆陆续续。我们只有肌肉，他们有经验，经验，他们有技术。好了，甘拜下风，甘拜下风了。他输了怎么办？输了怎么办？我他们说我猪爸长寒家。麻鱼超香的，いただきます。哎呦，好香哦，跳跳跳！那怎么划龙舟又有鳗鱼饭？对嘛，因为吃的太好。你不觉得鳗鱼跟龙舟很像吗？有，其实是这样子啊，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也是从事这个行业，水产。我们当初是龙舟队，是个田径队嘛，啊，结果每年鹿港这边会办赛，我们就是回来划划龙舟，好像在开同学会。所以是这样的。你原来是学体育的，就因为同学大家要聚在一起，所以我们来划。对。然后自己又养鳗鱼，然后又开鳗鱼饭。对。好，运动是可以让人快乐，身体健康，就是从运动开始最重要的。划龙舟，我刚这样子，我觉得很好玩。超有趣，全部的人呢，一定要那向心力，那团结意志力要够。对。你如果团结意志力不够，像前面他们两个这样跑不动的时候，你也够阿拉狗阿拉狗，你就是玩到累了。没有，就是背累了。不是这样子吧？我们是新手，其实在滑，除了节奏跟这个默契之外，其实故事也要有。当然，对不对？其实龙舟这边，龙舟这边要有一个力学上的一个基础。蛮力没有用，对不对？没有用。我滑到后来，我发现心得的时候，再结束。要不然不得了。对，我后来发现
如果我没有顺势，我没有借力使力，我反而会激起很多水花，没有用。哎呀，难怪在你后面那个医师一上来就说：“哦，我来了，大家都死了。”哦，内裤都湿了，哦，内裤都湿了。就是你这一直往后拨，好吧，好吧。对啊，一个新手要练到完全可以跟大家一起整齐划一的那个节奏，要练多久？你这艺人的程度大概体能都大概一样的话，一个月内都可以，一个月内就可以，一个月就可以了。所以说这个运动应该是适合全世界的人，哎，都可以玩的，对，男女老少都可以，而且可以玩到七八十岁，七八十岁哦，天天体验真的健康，好玩，对，非常好玩。来，来，来，而且饭也好吃，好吃，蛮好吃。民宿哇，鹿港小镇，鹿港小镇，伊安妮，伊安，哎，这老屋改建的，很有味道，好酷哦。我发现他这改建的 sense 跟我很像，是吗？哪里像？你又没有去过我家门口，我家门口是有，对，真的像，对啊，对啊，但是我有看过照片啊，对啊，但你都没有拍门口，你看的是另外一间，到底有几间啊？开玩笑啦，哎，可以啊，另外，哎，是这间没错哈，对。我觉得这个是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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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塞，哇哎，其实就是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，有，很温暖。Hello， 嗨，我们家找谁 ？Hello， 嗨，你们好，嗨，欢迎你好，嗨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嗨，我是喜欢今晚做鞋家，我是小豆，我邓辉，杨洋，哎，谢谢你们，不好意思，借宿一宿。可以，那我带你们上去。可以，好，好，所以感谢主，感谢。房间在楼上。嘿，房间在楼上。好，感谢楼上。Go， 好 ，Go。来，好。嘿，这是你们的房间。哇，太棒了吧！哇，谢谢你们喜欢。好棒哦，好棒哦！一来就有一种就是乡下的味道。来到鹿港，住这样的地方很舒服，床很软。对啊，哇，坐得了吗？您是这边的人吗？是鹿港的。我是鹿港的女婿。鹿港女婿。对对对。哦，好酷哦。所以你嫁来这里是不是？我是嫁来这里，没错。你原来是住哪里？我是住台南。因为那时候刚好跟我太太回来，对，然后刚好有看到这间房子，对，啊，它是老老的旧旧的，嗯，啊，我跟我太太看了就很喜欢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就决定就是想说把它买起来。不是啊，你买下来了以后啊，怎么会变成像现在的民宿？而且我还知道你不止这一间，对，你有几个馆都在附近。对，那时候其实就是有一些憧憬了，因为最终我们有五个孩子，五个，对，我看到的，我看是这是老二，这个，然后这是老四，然后这是老五，小最小的，对，最小的，小公主，小公主，哎，像现在这人口这么少的时代，还好有你。还好有你，真的是爆了！还好有你，好，那祝你们好好休息。好，那我们就离开这里。李安之后我们就晚安。好，祝你们有没有晚安？感激不尽，感激不尽，感激不尽。好，慢走，有空再来玩哈，慢走。好，哇，狗有够赞的呀！我想要省这么多，我也不容易。我喜欢这个感觉，还是家的感觉比较好。你有回家的感觉，对不对？真的没有。可是这次来，我觉得虽然我们是看那些。家人 PK 就是感觉学到一些东西，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一次是有学到文化，虽然龙舟，那些人他们还有自己各有各业的行业，他们还是会语音走出来时间去学。那个，当大家同心协力在做一件事情，那种感动。对，你会觉得我们的心跳脉搏都连在一起，没错，团结了，团结。对，就是做润饼的那个，让我感受到就是。其实我们只要好好的把自己的事情做好，对，你不用什么都会，对，你只要做好一件事情，你看他那个饼皮，对，就可以发扬光大，是大家都要用他的饼皮哦，他只做馅饼皮，他还不是卖馅饼，润饼，那个饼皮，他还不是卖润饼的，他只是做那个皮而已。他就可以做得这么厉害，所以真的是只要专心做好一件事就好。我们只要好好的专心把节目做好，对，让观众朋友看。其实现在最需要做好什么事，你知道吗？睡觉，好好的睡一觉，明天继续。你坦白讲，你几年出的？我寿计七十。哇，风雪。
四今年四十一啦，我用到真好啦。哎，安尼你几月？几月份？5月。安尼你妹妹，我3月。叫声哥哥来听一下。好，很好，很好。哎，我真的很喜欢你。同学呢？我马上给啊，我七十年出来。1981嘛，对吧？啊，你被签名了，我看。老板，哎，我第二个老板。你看，2022/04/01愚人节嘛。所以我在这边乱画的，其实我没有签名，因为愚人节。无啦，真正我讲也是安尼，无唔对啦。粉丝在游泳。右边抽奖，把奖抽起来。好，抓住了。哦。好累哦，怎么上？哦。上上，先上，就这样，先上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有困难的。真人打工旅游实境节目，跟着我们一起远离城市吧，探访最美丽的台湾风景。赶快订阅，请问今晚住谁家频道？记得开启小铃铛哦。铃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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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